高速的资讯化时代已经到来，快捷的信息发布已成为众家媒体展现自己的关键所在。电视、网络、手机三大互动媒体各显优势，各展所长。谁能领军媒体资讯平台市场？谁能让网络联动、资讯共享？谁能让所有人随时随地、随心所欲地展现自己？这一切，让枫叶网络科技为您解答。互联网、电视、通讯三网独立，用户分散，将三大用户群体分割开来，信息的时效性、互动性大打折扣。广域互动媒体平台应运而生，为用户跨网络的交流互动带来了新的途径，同时蕴藏无限商机。这是一个跨网络的多媒体交互平台，依靠这个平台，把电视用户、手机用户与网络用户这三个最大的消费群体统一起来，构建了新的社区，并提供多样化的社区服务，形成我们特有的业务模式。多节点、多单元部署及独创的多路流媒体合成功能，分别保证了服务的稳定畅通，以及视频和数据在同一屏幕上的灵活组合，为提供高品质节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下面让我们去体会一下广域互动媒体平台带给我们的真实感受吧。大家对奥运话题的讨论非常的精彩，非常的激烈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收到来自网友蛙宝宝从现场发给的精彩画面，让我们把画面切给他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网友快乐的小鱼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吗？现在由我给大家献上一首我自己创造祝福奥运的歌曲《啦》。让我们一起预祝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。广域互动媒体平台向传统电视、手机媒体延伸的过程是可控的过程，可以通过后台播控中心进行监管和控制。广域互动媒体平台带给我们新的广域互动生活。枫叶网讯。